味道，就是有一个男生骑着没有回家，就跑回去庙里看他在那爬腿，让住下。不然神明前面三炷香，好吧。我就不敢跟阿妈讲，阿妈弟弟哎。好。然后好吧。好吧。对呀。然后没做过这种事啊。以前没有做过这种。什么游戏？小丑呀，找他。怎么样？哦，馆长，再要挑战那边喽！你好，那边，那边。哎呀！那个就要挑一点钱呀。我们这种有点年纪了哈，真的会害怕。接网解球。Come on!
哈哈哈哈。